热气球升空，马英九和钟美静难得出现在台东，翱翔台东纵谷，飞了25分钟之后平稳落地，按传统开香槟庆祝。钟美静一贯的短发，戴着墨镜，黑色 polo 衫，但更引人注意的是，两边膝盖上都有着破洞的牛仔裤。钟美静还帅气的左手叉腰，站37步喝香槟，完全没有前低夫人架子。酷酷嫂年轻感、亲民度打成旁边拘谨的马英九，但蛮兴奋的，因为毕竟不是常有机会可以在这种，应该说是第一次啊。感觉好吗？炸的！马英九比赞很满意，但随扈们超紧张。随扈车队在地上跟着马英九夫妇搭的热气球方向走走停停，随时监控。马英九卸任之后各地小旅行，罕见钟美青同行，让外界看到好久不见的帅气美青姐。记者许玉露、郭向、陈玉文台东报道。